的表演，好不好？是口技。哎，那他表演的口技啊，跟我们上星期来的这两位兄弟，前世兄弟啊，不太一样的哦。哟，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。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前世兄弟说欢迎来挑战，马上就有人来。然后他们的口技，前世兄弟他们的口技是属于就是比较武的。哎，比较武的，比较有动作，加上有戏剧跟这个动作在里面，有故事的情节的。他这个哦是很可怕，用耳朵就很厉害。哎，所以我们这两位兄弟今天也要看仔细他在表演什么。什么叫做口技，好不好？不是下家，大家来切磋一下，对对对，学习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欢迎林场俊的表演。没掌声了。好厉害呀！了不起，真厉害厉害啊！真的了不起哦！哎呦，鸡皮疙瘩起来了，鸡皮疙瘩呢！怎么会有两个声音啊？对啊，对他不是两个声音，有三个声音还要唱哎！所以他当初在那个我们在甄选全校园的这个同学才艺时候，哎，
这个事务单位就说，哎，这个人是不是会腹语啊？有，可是不是会腹语呢？啊，有学过，有学过腹语。他这个一个人呢，已经可以出那个阿卡贝拉。哎呦，哎，必须要站稳的。是是是。可是，在什么情况下让你去想去学这种东西呢？当初我在学跳舞、街舞那样子，地板，然后朋友就给我听一个也是 hip hop 的文化的那个音乐，然后我就深深就被吸引住，然后我说：“哎，那个不是鼓吗？哎，就是那是真的鼓啊！啊，不是不是不是。”他就说：“啊，那是人做的。”我就想要回去学，哎，是很一样。可是你们有看过这种表演吗？没有，有我在那个北京有看过，但他们是表演那个就是遛鸟。你也会对不对？就是鸟很可爱，哎呦，哇塞，说来就来哈！你刚刚那个是鸟，鸟。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刚好在然后鸟跑进来？他好像考不倒，哎，真的不容易。我跟你讲啊，刚刚唱的是那个歌叫 Stand by me， Stand by me， 哎，要不要点一首台湾的歌好不好？要不要金包银啊？金包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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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？也是用这个 B-box 啊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看一下。当你失眠，当你失眠，是空气的报应。你是那大吉，把你那鬼嘴是今夜用机，不然是假讲话，下面会出大吉。呀，哎，不是，还有一个，那有 echo 的那一种啊？哎，这个是哪一首歌、啊？同一首可以做出来，就是说。就是你到卡拉 OK 去，然后老板 echo 不够大了，许纯美唱歌，对，他没有 echo， 他没办法唱，不是我们麦克风出来，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echo， 哎，听听看啊 ，echo echo echo echo， 飞飞飞，嘎嘎嘎，哇，哐哐哐，跳跳。哈哈好像哦。爸爸，继续表演，继续搞搞音，搞搞音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其他，大大气气。哎呦，爸爸，奶奶，哭哭啼啼。谢谢。哎呦！这个就不容易。哎呦，时代在变。哎，以前的时候啊，像碰到这种状况，我们会就觉得这个年轻人一定是有问题。在我们那个时代，现在不一样了。哎，感觉怎样？他嘴巴好忙哦，好忙哦。对啊，不会抽筋吗？舌头不会抽筋吗？不会不会。那你舌头很长吗？真的吗？你现在会吗？对对对，这种表演大部分都在哪里表演的？嗯，学校，我现在是学生的话，就大部分是属于学校的部分，还有只有在学校太可惜，夜店啊，还有婚礼嘛。哦，婚礼，你说看，如果婚礼的价钱是蛮高的。